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阿 William Chan 话咧，陪审团案件冇罪嘅话，法律上咧，控方系冇得上噶，系咪咁样咧？因为通常咧，嗱，上诉就唔系上诉案情噶啦，一定系打呢个程序啦。就算有陪审团嘅案件，都应该系有程序。我印象之中，譬如有啲法官啊引导陪审员嘅时候嘅程序出错咧，都会有啲咁嘅上诉噶。即系我印象中唔肯定啦，当然我又唔系法律界人士啊，我亦都唔系法律人啊。好，嗱，跟住讲下呢段新闻先。喂，銀主本存量打破金融海嘯紀錄，好，八月增至334间，17年新高，40%涉財仔盤，嗱，又破紀錄咯。金融海嘯 ，OK， 咁啊唔需要咁開心嘅，大家搞清楚，1998年嗰個係金融風暴，金融海嘯咧係2000几年，即係嗰個次案引爆嗰個啊，嗰個金融海嘯咧喺香港嚟講咧。就唔算好嚴重啊！嗰次金融海嘯好快 cover 添，因為點解咧？嗰陣時我啱啱開始入咗地產行，我見到咧咩大埔美豐中心啊嗰啲咧啊，咦跌到90几万喎、啊！我仲喺度諗諗一日啫嘛，第二日先諗住落，突然已經俾人買咗啦，因為已經一樣有人掃貨喺嗰個階段。咁我覺得我哋即係希望唔好繼續咁樣啦。我驚佢打破係金融風暴記錄就大撚鑊啦！1998年至到2003年嗰幾年啊 ，OK。但你咁樣落去咧，我真係好擔心。嗱，點解我覺得就好難去到咁差咧？因為咧今次啊呢一個落嗱樓價會繼續跌，我可以同大家講，我科斯會繼續跌。但係咧，始終啲人嗰個實力高啊，或者入貨價比較平。你而家最大鑊係邊啲咧？就係呢六七年內入貨嗰扎友，嗰啲係大鑊啦。尤其是嗰啲咩納米樓啊，咁但係你就算10年8年前，我真係難講，因為你繼續咁樣落去又揾唔到食嘅，亦都有啲入貨價平嘅業主，譬如我唔好用60几万買太古城咁離譜啦，去2004年買。200几万買一層太古城600几尺，咁佢而家咁當然啦，你話唔係喎？屌你，佢曾經佢撚到成屌到成千萬嘅喎，冚家產，咁跌翻落去唔鋸，係啊，好唔鋸，係唔鋸，咁冇辦法㗎，鬼叫你自己冇買咩？佢就算賣300万，佢仲執幾條喎，賺仲賺咗成20年住喎，係嘛？佢唔使就賣300万，500万零，執2嚿几，賺咗20年住喎。咁但係你話執2嚿几，如果係已經供完啦，譬如2003、2004年買嘅，佢一賣咗，佢代翻500万喎。雖然執200几万，但係真係代翻500万喎。咁佢加上自己銀行原來仲有100零万嘅，佢揸住600几万去移民喎，係咪舒服啊？係嘛？咁佢有權賣到500万嘅喎。我用實例嚟舉啊。咁你嗰啲屌你諗乜7、8百万買嗰啲，而家仲頂住頂條撚啊！佢呢個盤一出你就冇㗎啦。所以咧就繼續同埋你一定要見到個。大時局票，取消國安法，啲法官翻翻曬嚟，雙普選，嗱最簡單雙普選啦，一雙普選咧搞掂噶啦，咁唔會噶嘛，好啦，咁啲斷供當然係繼續啦，嗱呢個最大嘅情最大禍係乜嘢咧？嗱而家咧佢成版啊，啲新聞我就唔講啦，最大禍咧有40%呢啲咁嘅負資產咧，佢咧。即係銀主盤啊，係涉及咗啲財仔喎。嗱，呢一個就大撚鑊啦！屌你老味，我好撚驚啲財仔啊！佢真係冇諗過噶，有好多財仔都話冇嘅，佢可能1、200亿資產啊咁樣，好多公司係咁樣。咁佢當然未必係做到，佢哋會有做，但係最主要佢就唔係做呢啲咁樣嘅，即係你阿正佢買層咩300尺納米樓，屌你咪攞多喂！自己90%都一成首期都扎扎地，你又攞多幾廿個，佢有可能有做，佢主要唔係做呢啲，佢主要係做啲咩咧？即係嗰啲所謂市場上嗰啲投資者啊，賣鋪啊、商業啊，轉一轉，譬如佢又肯俾息喎，你要諗住你唔好講啊，我舉例啊，譬如中環廣場，即係嗰班友，喂爭多少喎、啊？攞住嚟轉一轉啦、啊，你又有冇所謂啊？攞住10亿嚟。
呢、這個攞30億，點解咧？開關就掂啦，甩手獲利啦。咁啊，俾啲息你，唉，俾幾億息你，我都賺10億/100億啦，冇撚所謂啊。點知賴撚咗嘢啊？賴撚大嘢啊嘛！而家冚家產，屌都資不抵債啊嘛！你借銀行，我當30億，財仔借10億 ，total 40億，嗰層嘢屌你都賣撚出去，冚家產，屌你賣撚曬都得，屌你咪28億。我借咗4億喎，喂跌，因為點解原來跌咗50億啦嘛？即係譬如咁樣。好啦，屌你老母，佢冇錢還，你咪屌你bank account挖入佢咯，告佢破產咯，咁佢都係冇錢還。佢真係冇錢還喎，嗰啲咁嘅所謂炒家富豪，屌你老母閪，財仔你係大撚鑊啊！因為佢一定係就算拍咗，佢都銀行行先噶嘛，未到你財仔啊！所以我好撚恐怕咧，好多咧，我真係大鑊啊！如果係咁，好多而家我哋有陣時咧，星期六睇波睇英超啊，賣緊廣告嗰啲啊，到遲你連啊揾佢落嚟冚下一卡清都難。搞唔穩定啊！最弊啊！佢啲啊買你新樓第一期係嘛？跟住800萬，第二期即係以前500萬咯，又跌啊嘛！嗱，唔使啊，620。跟住銀行嘅股價，我同你跌，跟住你即刻補翻嗰啲差價時候啊！你邊度嘔？冇啊！冇啊！我都琴日講過咯，冇啊！你揞唔到啊！屌你殺你訂咯，再賣咯 ，resell 咯，賣到都好地地喎，賣到追你差價啫喎，賣唔諗到咁你點樣咧？咪破產咯！你最後都係咁嘅啫嘛。咁你有啲你份工破唔到產嘅喎，原來你做會計師嘅，我咁你諗你啦，咪跳樓咯。喂，但明明話立咗國安法之後，啲經濟會好啊，啲外資有信心。嗰啲係佢咁嘅數據。嗰啲咧，老實講係佢自己每一次我嚟佢講嘅時候，3條，佢講嘅先令人發笑啦。專心全力拼經濟啊！點你老實講，你做唔到一件事，你問我，我都見唔到你23條之後有做過乜嘢去拼經濟。你又做過乜嘢啊？有咩措施拎咗出嚟啊？屌你揾幾十萬一個月，屌你揾真係兩皮嘢都比咁多佢啦！呢班柒頭，佢仲要吹到話立咗呢啲法之後啊，啲人嗰啲即係啲心穩定咗啊，經濟好掂啦。唔係啊，而家有啲藍絲都係咁樣諗噶，好掂咯，冇撚所謂噶。你記住，千祈唔好撚走，啲錢都就留喺香港。咁你就愛港愛國。如果唔係同我講乜嘢，你都嘥鳩氣。我就愛港愛國啦。屌你，我真係冇走啊，我錢真係留喺香港啊。屌你老母！好啦，咁另外，琴日有個漁農處嘅高級農林助理員暈倒不治，咁啊冇乜特別好講啦，俾人俾嘢咬嗱，佢個嗰度其實你而家咧都好難話佢個真正死因，要等法醫去解剖啦。不過話咧，佢係一直有過敏症嘅，咁佢有過敏症，屌你俾乜嘢咬得咁撚勁咧？可以即刻死撚咗喎，掹翻重咬喎，而佢又做咗呢份工咁多年喎，啊，真係好啦，拗頭，我自己執生啦，即係有陣時啲過敏症自己都唔知嘅，最慘，但係佢已經知啦，啊，咁可能係中暑鼠啦、心臟病啦，啊等等都唔奇嘅，好啦，保安局局長上個月帶同一批青年領袖去河南考察，期間仲帶佢哋到訪孫山少林寺。直言見識到少林僧人的功夫，果然是僧人不露相。又話少林精神同紀律部隊的精神一脈相承，都是愛國的僧人，護國為民。咁撚咩嘅一句？好嘅，嗱喺社交平台度上載影片，提到少林功夫醒，天下武功出少林，少林功夫甲天下等等。佢介紹嗱，寺內有一棵1500年歷史嘅古樹，佈滿小樹洞，但係唔係由松柱成喎。是少林真人練習大力金剛指造成的、西方聖人點地面有48個深淺不一的腳印，亦都是由武僧練功踏出嚟的。鄧炳強話：少林真人在歷史上多次參與保家衛國的戰士，在卸職危難的時候，以自身武學保邦護國。我哋係咪睇得網上説多咗啊？佢認為少林真人咧內外兼備，基本上同紀律部隊精神一脈相承。我淨係知道咧，少林寺咧。即係我哋到清朝嘅時候啊，有叫做洪熙官嘅人啊，咩屌啦咩，同埋咩蔡啊嗰、那個咩咧？方世玉唔係洪熙官嗰陣，仲有個咩㗎？仲有個冇咁有名嘅蔡咩？胡偉乾。胡偉乾啦，胡偉乾啦，屌你話胡偉乾冇打過18銅人㗎嘛？冇攞到，屌你諗乜嗱？要出少林咧，我哋細個咧覺得有兩樣嘢好撚難，好撚勁嘅。第一就係18銅人啦。第二就係木人行，即係其實各有各話嘅，有啲話唔係18銅人係木人行，都係機械人嚟嘅。OK， 但係最緊勁咧就係咧，
屌你老母閪，我真係覺得呢個係太撚荒謬啦。並非係十八銅鑼鑼毛囊，喺我呢度屌你老母，唔知咩頂啊，千斤頂啊，你有冇記唔記得啊？千斤頂，佢咁樣樣啊，個頂屌你少林弟子出到去，係頂燒撚到火紅嘅，係個頂兩邊咧有條金龍咁嘅嘢嘅，一條龍啊，即係定係龍定係蛇咁樣嘅嘢啦。你屌你咪，喂，哇，啊抱撚起佢，唔知行撚到邊撚度，於是乎咧就落撚咗條龍喺個紋身咁撚樣。哇，勁啦！屌你，但係後來我細個嘅時候喺度諗，屌你老母閪，喂我啊，佢曬太陽俾得。特陽光曬一曬啊！嗰種嘢，跟住好啦，都甩皮啦。如果俾啲嘢落到曬嗰啲皮嫩啊嘛，係結焦。屌你咁樣捧完，我先唔好講你會唔會死啦。結完焦甩咗出嚟會有條龍形，真係顯示你少林弟子，有冇搞撚錯啊？好啦，童子功咧，童子功就係有嘅，但係童子功係有嘅，但係就唔係個個學到，有機會學嘅。點學啊？童子功，你做啦，仆街。咁啊你至於你話？喂，係咪保家衛國咧？嚇、啊，因為洪熙官咧，後來佢哋咧出嚟，應該我係睇即係小説者言啦。佢就係、夾埋李四娘嗰啲咧，就應該係搞嗰個雍正嘅。嗯，雍正咧又同李四娘咧，我經過睇電視劇咧，又搞埋一堆嘢。係啊 ，OK。唔係點啊？血的錢啊，仲有點樣保家衛國啊？屌你反喂係反朝廷嘅喎，係三德和尚啦又啊。好啦，佢話作為執法人員，強身健體係必須。另外，保護國家嘅精神更加係我哋嘅使命，所以紀律部隊咧都有少林精神，為國家為社會竭盡所能。佢又預告下集將會同大家講解少林寺藏經閣。嗱，我真係好多嘢要講，關鍵條。你鄧炳強究竟係做乜撚嘢職業嘅咧？我真係想問。推介美食旅遊。屌你老母！你係保安局局長啊！你唔好嗱，有陣時咧冇辦法嘅水平。有陣時啲官咧。要低調少啲出嚟，點解咧？係俾啲官威、啊、喂，你而家唔係咁嘅呢個時代，而家要潮啲，要乜嘢 ？OK 都得，因為時代真係唔同咗啦。可能我古老石山啦 ，OK。咁你做好你啲嘢先啦。你係真係諗住立完廿三條啊？定點樣？喂，你係咪屌你個行政會議成員啊？係咪局長啊？而家香港水深火熱，喂你日日出嚟，喂特首你真係屌柒佢啦！講真，你佢都係你啲老夥計啦，你係 senior 過去啊嘛，雖然你未做過阿一，佢就做過阿一。喂，仲有佢而家出嚟講乜嘢咧？佢仲係用一個佢係警隊一哥嗰、那個名嚟，其實係保安局局長啊！喂，屌你老味，成日話講話隔間粗嚟，紀律部隊都有少林精神，屌你老母閪！屌你真係嗰啲笑話又打嚟啲監揾租嚟嘅，因為我哋都係外國真人。屌你老母真混混混到嘔啊！為國家嘅少林精神，屌你咩？即商業機構嚟啊！真係嘥鳩氣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呢個真係私人獨潮水啦。廣東上半年旅遊經濟整體向好，比舊年同期多收咗26%，旅遊收入達到。4789億，呢個係廣東 ，OK。咁當然啦，你話呢個廣東收呢一個4789億入邊咧，接待咗3億8400萬人次入邊咧，咁我哋香港人有幾多貢獻咧？我諗都相當多嘅，係嘛？因為廣東佢應該呢度包埋深圳㗎啦。嗯。就算你話，就算你講翻，你冇理由唔包深圳啦。其實廣東就嚇、啊，就算你唔計深圳，香港人喺廣東省入邊嗰啲消費咧、旅遊咧。佢話如果有4700多億咧，你有1000多億係香港人，我覺得都唔會奇。嗯，你咁樣使法，嗯，係嘛？喂，休息一陣。